刘牧，剑客，画超级多，约六级杀工会精英毫不费力。女枪炮师，风叔烟幕，同居末校配合非常默契。曾经使出过压枪神技，重点是这个军末校，技术高超，24职业技能全精通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几乎全在玩中。 所以呢？你想暗示什么？在我知道的人里，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一个。你是说叶秋？哼，他都已经滚蛋了，还出现干什么？不过这把武器倒有些名堂。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接触，摸清底细。